昨天还在医院吗？那个昨天我看了就不对劲了。说了你就会挨骂。对。昨天的认知就不行了。今天早上我那时候几点啊？我还给你大伯发了个视频。你大伯那时候刚刚在你爷爷旁边，我说你给老人给我看一下。后来我一看呢，感觉比昨天是好多了。精神了多了。好了，下午那时候又不行了。才多少？才一两个小时呀。最多不到两个小时呀。学生不是打电话来说不行的呀、不是被震开了。先吃点饭吧。我别来说了。再来吃蒸的。生气洗生气。那我整了。你吃了我找你能疫情我找你吧。我姨呀、北玉在北玉啊、北玉吃呢哦、北玉在那个他还一直吃、北玉在北玉啊、北玉吃呢哦、北玉哦有小李八股对对对
这个房子建起来差不多有十年了吧，房子的四楼一直没有人住，也没有人上去，所以我们就把离开的亲人的照片放在四楼。每次有亲人离开，我都会到四楼去。有些想不通的问题坐在那里还是想不通。我知道生离死别是很正常的，是成长的标记。我也知道每件事情都是要按照世界的规则去发生的，就是心有不甘的感觉，也有很遗憾的感觉，也有很害怕，害怕他们的记忆慢慢在脑海当中褪去的时候，害怕忘记他们长什么样子。从爷爷家到祖坟大约要走6000步，这是我4年走的第三次了。我只记得每次走到坟山的时候都是汗流浃背的。我这次走在去祖坟的路上一直在低头想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爸还在，他看到那么多人来送他的爸爸，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或者说，他的爸爸走了，他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。我记得有一年是我初中吧，那时候奶奶脑子还清楚，她说，我奶奶说，不知道能不能活到北宇结婚的那一天。然后我爷爷就哈哈大笑说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，我们当然能活到那一天了。结果奶奶走了以后，爷爷马上走了。